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他得到那个菩萨布施这个身心性命给他，所以他可以做人。他这个做人不是啊受果报来做人，不是受报，是啊这个善根深了。那么其他的动物要吃人，譬如不是人叫他吃，他把人来吃了，这个他不可以做人的。好像这一个毒蛇啊把一个人呢给咬死，他吃了啊，这个呢他增加他的这种的嗔心和毒，那么来生呢还更堕落了。所以这个是有人问这个问题，那么等几天呢今天答复这个问题。好像那个蚊虫也疯子也有的时候啊喝人的血，他吃人的这个血，这他也不会啊来做人的。他喝人的血吃人的肉，好像老鼠他有的时候把人都给咬死了，这都不会他不会因为咬死人呢他来做人，因为那么样子把人早就都会咬死，没有人。但是啊这个人呢一天还是比一天多，也有的时候啊是这其他的动物啊来做的人，但是他不是吃人呢而做人，他是啊在这个动物里头也是做了种种的功德做好事，所以啊他可以做人的，并不是吃人而做人。若取招凡夫一生一时有，如来非所取彼中不得见。凡夫就是一般没有正果的人都叫凡夫。为什么他不正果呢？就因为他有所执着，有所贪求，所以啊是诸取招凡夫，就是啊执着太厉害，贪得无厌，寄身为实有。他执着，为什么有执着？就因为啊执着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的，地水火风合合而成。那么等四大分章的时候，那就是化为无有。可是凡夫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就生种种的执着为这个身体，他以为这个身体呀就是我的，就是我。其实这个身体呀不是我，要是我为什么他又会死？人人都不愿意死，那么他还一定死，一定死，
自己做不得主，自己呀不能说了算，尤其这个身体，年纪轻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等你年纪老了啊，将要到死的以前那个时候，他就要四大分章，都要退休了，这火道也要退休到火的位置上去，地道要退休到地的位置上去，水道要退休到水的位置上去，风道要退休到风的位置上去。这个时候啊，你眼睛也花了，你想叫它不花吗？不可以。耳朵也聋了，牙也掉了，皮肤也都好像鸡皮一样，那个头发好像那个毫发一样，好像那白毫一样。那么这样子，你说哪是我的呢？哪是我呢？啊，找不出来。我们这个身体呀，是四大合合而成，这是可以说是我的身体，不能说这个身体是我，我的身体。为什么呢？这个身体里边有一个真，真真的自性，真如自性，那才是啊主人翁呢。就好像这在这一个房子里边，你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你不能说啊这个房子是我，是可以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我住的房子。那么这个身体呢，也是我住的身体，那个真如自性，那是我，这个我真如自性住在这个身体里边，等于死的时候就是这个真如自性他走了，他又要搬家了，换一个新的身体。因为这个你的这个身体你不要执着啊，是实有的，如来非所取，佛呀是没有所执着的，你有所执着就不能见佛，所以啊，你要有无所执着了才能见佛，有所执着鼻中不得见，这个一切执着取着的凡夫啊，始终不能见到如来的真面目。人无慧眼，不能得见佛，于无量劫中流转生死海。像这样子的取着诸凡夫，所以说此人无慧眼，没有啊智慧眼。要有智慧眼，就不会执着，不会取相。那么他执着取相，就是啊迷于生死，不能得见佛。因为没有慧眼，
迷于这个生死，所以啊，他不会见得佛的真身的，于无量劫中啊，这样的取着的人，在无量劫以前、无始劫以来，流转生死海。在这个生死的苦海里边呢，流转不起，轮回不了，这个于无量劫中，这是一个大数，流转生死海，这是一个不知有多长的时间。这个时间计算不出来，所以叫无量劫中。咱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注意什么呢？要注意这个灵字，你要能返本还原到这个灵字上，那就能啊见到十方一切诸佛。这个灵字是个什么呢？灵字就是什么也没有的，无始无终，无内无外，无大无小。你等把这个灵字一破开，变成一个一字，这是一个数目的开始了。你有了一个一字以后，又加上零字，零零零零啊，你愿意加多少个零字都可以，这个数目啊是无穷无尽的。这个灵字就是无始，就是无终，无内无外，无大无小，无是无非，无你无我，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都是在这个灵，说等于灵，等于灵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所有一切都在这个里边包括着，所有一切的数目也在这个里边包括着。等这个零字啊一开了，变成一个一字，这个一字也是啊很要紧的。天为什么清？就因为有这个一字。地为什么凝啊？也就因为有这个一字。人为什么能做圣人？也就因为啊得到这个一字了，也就是有这个一字。以这个一字再把它成为一个零，咱们这返本还原了啊。这个灵就是那个法界的本体，这个灵也就是佛性的本源。你不要把这个灵字看清了啊。所以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圣，这个一字是万物之母。所以说得一万事毕，你没有得到一啊，
你找这个找那个啊，颠颠倒倒，你得到这个一了，什么事情都做完了，万事毕，一切事都了了。那么你得到这个一，就是练习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是这个一，一切都放下了，一切也不执着了，这就是返本还原，就是能了生脱死，不会再流转这个生死海里头了。说生死无争即涅槃，生死即涅槃，二句不可得。有争就是有烦恼，有烦恼就有争，你没有烦恼就无争了。这个争呢就是胜负心，争强论胜，总要我好过人，就因为这个好好这个心正是一个坏，这就是个贪，贪就会有烦恼。有胜福这个道是以退为进的，修道不和人争强论胜啊，你好吗 OK，你就让你好，你第一吗就让你第一，什么事情都是让人家好，好事于他人，好的事情都给人了，这个坏事都是自己，好事都是给人的，就是有利益的事情都给人，有损害的事情都自己要，你不能有一个胜负的心争强论胜。那么说这个修道也不要修咯，修也是一个贪心呢，也是想要好啊，这修道这是不同，这个道是你向佛道上走，那不可以向后转，应该勇猛精进，那不是贪，这是要回到本来所住的地方。我们成佛那不是贪，就是想要回家因为我们跑出来跑得太久了想要回家你要把这个修道也误会说那么好事给他人，叫他人修道了，我不要修了这又是错了所以你不要拿着这个应该做的事情，你认为不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你要做譬如嫉妒自私自利这是不应该的你要有，要没有我相，没有我，不为自己做打算，你因为有所争就会有四相心，你有了四相心就不能得到这个无争三昧，无争三昧就是没有烦恼了，没有斗争了你有斗争就是生死，你那个斗争就是生死，烦恼就是生死无争乃涅槃，你没有争了这就是清净涅槃了就是如如的理了。生死即涅槃，怎么会有生死就因为有涅槃所以也有生死，怎么会有涅槃呢，也就因为有生死才说涅槃，要没有生死了也不要说涅槃了，
要没有涅槃也不要说生死了，所以啊这个生死就在这个生死上，就是没有生死了，没有生死这就是涅槃了。二句不可得，你沾到这个真如的自性离体上边呢，这个生死和涅槃二句不可得，没有啊，都没有了。你有生死才有涅槃，嗯，你有涅槃也有生死，生死涅槃没有了啊，那就是啊到那个本有自性啊那个大光明藏里边去了。有什么宝贝？你看我是手里是什么宝贝？啊，他有神通的，你看。啊，不是神通啊，你以前看见了，啊？你怎么管这么多闲事？要读假名字，取着此二法。此人不入时，不知圣妙道。我又可以讲一讲这四句。主要举就是，主要是一个人举求那个家的名字，家的名字就是生死跟涅槃这两个名字。主要是一个人继续加这两个加的名字，取加是二法，这是非常对两个法有治疗。此人不如是这个人，取加这两个法，取加生死跟涅槃这两个法，他不入入不坚持，他不明白，就是很颠倒，不知生妙道，因为他是不入跟不坚持，他不知道那个生人的国位，他也不明白最妙的最高的道，那个妙道就是佛道。那不错，行，那我给你证明，差不多。今天我给你批评，可以。不过这个如啊和实啊，如是真如，实是实相。这个人呢不明白真如实相的道理，就这个地方差这么一点点，懂了吗？懂。那你可以你自己翻译翻译。叫圣妙道，什么叫假名字？这个假名字就是啊只有其名而无实体啊，给他起一个名字而已。那么这个名字啊，你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就是什么，所以啊这名字都是假名。假设你要净追求追逐这个假名，在这个假的上用功夫，你不在真的上用功夫，这始终啊你不能得到这个圣妙道。所以说取着此二法，取着就是啊不能舍，舍不了啊，舍不得，放不下这个生死涅槃，执着这个假名字，在这个
假的上用功夫，不在真的上用功夫。因为你不在真的上用功夫，就不会得到真的。你竟在假的上用功夫啊，始终都是假的，此人不入实。所以呀、啊、说这个人他不明白呀、啊、这个真如实相的道理，不知道啊这个真空妙有的道理，他们不明白呀、啊、这个灵字的这个道理、啊、这个灵字就是圣妙道啊。昨天晚间为什么讲这个灵字，这个灵字是妙不可言，说不出来那么妙啊！你们各位去研究研究啊，这个灵字啊就是真空，就是妙有，就是俺们那个大圆净智，也就是妙观察智，也就是成所作智，也就是平等性智，都在这个里边包括的。所以呀、啊，你竟在假的上用功夫，这个真正的道理你是不能明白啊。佛菩萨圣人所有的所得到这个妙道，你不会了解的啊。所以呀、啊，在这个地方啊，俺们研究经典就要啊特别明白啊，这个是讲的圣妙道，这个道理呀、啊、这是不可思议，这个圣人所得到的这个妙道。那么圣人所得到这个妙道啊，他并不是得啊，他就是啊回到这个返本还原，回到这个本有的这个境界上啊，并无所得啊，所以说无智以无得啊。那么凡夫是不是把这个圣妙道丢了呢？他也没有丢啊，一切凡夫都具足这个圣妙道，不过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用，不知道怎么样修，好像那个一副电脑一样啊。这个圣妙道就是譬如电脑，这个电脑啊，你要读过电脑的才知道怎么样用，有没有读过的那个电脑在那儿，它也是个死物，没有用的啊。这个圣妙道也就譬如这个电脑是一样的啊，你要明白这个电脑，你知道啊利用这个电脑了啊。所以有人修道啊，就是啊要修明白俺们自己本有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大圆净智，这是啊人人的电脑啊，你要啊哈把它修出来了，那就是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了。不但这个生死涅槃是假名，你们各位想一想，世界上什么不是假名？无论是什么都有个名字，他那个名字代表他这个形态，代表他那个样子，但是是不是真就叫这个名字呢？不一定的。你就拿人来讲，这小孩子一生出来的时候，你说他叫什么名字？有一个什么名字？没有的，什么名字也没有啊，就叫一个小孩子。生出以后，他父母给他起一个名字，他有了名字了。那么你说这个名字是真的假的？本来没有来着，
那么硬就给起个名字，硬给他加上一个名字啊 Steve 等等啊，又是这个名字又是那个名字啊，又是标夫们又是什么 flower 又是什么萝卜白菜这一大堆这都是一个假的名字，可是人呢一有这个名字就着住在这个名字上了啊，着住在这个名字哦，要有人骂一个斯蒂夫啊，这就放不下，气的气的不得了啊，也你给他起个名字叫萝卜，人家一骂萝卜哦他也不高兴了，他怎么骂我你呀、这个一生出来没有名字硬给他安上一个名字，他就啊抱着这个名字不放手了。所以我常常对人说我没出家以前我的名字啊有个假名字叫什么白中医啊，那时候以为哦我是中国第一人了啊，这个名字很好的，又一想这个名字又有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呢，没有啊，所以那时候又叫活死人，以后就叫活死人啊，这活的这个人呢已经死了啊，这也还是个假名字。以后有守孝呢，一般人啊又称说这是白孝子，这还是个假名字。那么出家的名字呢叫安慈，以后叫杜伦啊，现在又选的话，这通通都是假的。所以你们愿意骂哪一个，你们愿意骂杜伦呢随便你骂啊，你们愿意骂选的话吗随便你骂啊，甚至于你们做我的徒弟你们愿意骂我都可以的，只要你不怕造罪不怕下地狱，你可以骂的可以骂谁愿意骂都可以，我还绝对不会对你发脾气的有的人说哦师父你不要生我的气，我不生人的气，谁对我好不好我也不生气我不会生人气的，为什么呢，你传你的气我传我的气，为什么我要生你的气呢因为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虚妄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教化人呢要用方便的方法来教化人你得应该发脾气的人，我不对你发一发脾气你总不精进总懒惰，总是觉得等到明天再修行，等明天再修行，等明天再修行一等等老了，甚至于等死了也没修行，所以我就要对你大发脾气，甚至打你一顿我在香港常常打人的，到美国这儿没有打过谁。那天这个谁果林把我气得很厉害我打他一个香吧，打一下打一下子，不知道他有没有开悟，大家还是越打越一起这个香吧也没有什么功效，所以这一切一切你们想一想哪个是真的，什么叫真的你追逐这个假名字这怎么会有什么用，所以各位你要是看清楚了，所以人家骂你打你甚至杀了就杀了吧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不要说骂我，你打我，你愿意杀我，我都欢喜的要不信你们各位试试试试看我绝对不会反抗的，你要杀我我不杀你，你要敢试试看呢，就我就拿把刀来试一试 OK 果童
心外汉的一说，说什么？这回就打王宇喽。王宇了，不像昨天晚间那么看得那么清楚。I say, I talk to you, he is what? You want, you don't see why you talking? What? Yeah. Your thing is last night, you is coming, huh? 要生入世间，此佛此罪生，颠倒非实意，不能见正了。要生入世间，这个入世想呢，就是说的下边此佛此罪生。你要是这样想啊，啊，只有一位佛呀是最殊胜的。你这么样一想，这就是颠倒，这就是一种执着。你没能了解呀，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佛佛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位佛是最胜的，没有哪一位佛是最劣的。佛佛都是一样，可是啊，有的佛法愿不同。譬如阿弥陀佛，他发48愿接引众生，那么其他的佛没有发这48愿来接引众生，是不是阿弥陀佛是最胜的呢？不是，是一样，佛是一样的佛，不过他愿不同，所发的愿呢不一样，所以和众生啊这个缘也就不一样。那么不一样，这不是佛呀有优胜或者有劣这种的情形。佛是平等的，法是平等的，十方贤圣僧也是平等的。那么你要是分圣分劣啊，这就是颠倒非实意，不是啊实相那个道理，不能见正了啊。非实意就是虚妄，已经啊在这个虚妄上用功夫，始终呢不会开这个正知正见，得这个正觉的这种智慧。所以啊，咱们人不要在假的上用功夫，要在真实的真如实相上用功夫，不要在这个死物上用功夫，应该在活的物上用功夫。那么你能在活物上用功夫，这就会
正德呀，正等正觉这个果位，也能见到啊无上正等正觉的如来。能知此实体寂灭真无相，再见正觉尊，超出语言道。能知此实体，你要能知道啊这个真实的离体，就是这个实相的离体，也就是这个实相无相无所不相这种的离体，也就是真空妙有这种的真实的离体，寂灭真无相，这个是寂然不动的。虽然寂然不动，可是它感而随通。寂灭真如相，这个真如就是啊这个真如的理，真如实相的理。再见正觉尊，你要悟得这个真如实相这个道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没有烦恼，又到什么地方去找菩提？再见正觉尊，你要能以了悟这种的境界，这就是啊佛的境界。你也就能啊见十方佛，超出语言道啊。可是啊这种的妙处啊，不是语言呢、可说出来的，它是啊离文字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你了悟这种的道理，得常见十方诸佛，言语说诸法，不能显实相，平等乃能见，入法佛已然，言语说诸法，世界上一切万事万物都在演说妙法呢，各类众生演各一类的这种法，人就演人的法，天就演天的法，恶修罗就演恶修罗的法，声闻演声闻的法，缘觉就演缘觉的法，菩萨演菩萨的法，佛就演佛的法，演说的佛的法。那么畜生也在那演畜生的法，恶鬼也在那演恶鬼的法，地狱就在那演地狱的法，
那么这个十法界都在呀说法呢，每一个法界用它所明白的语言来说一切诸法。这个法门总起来有84000种法门，是对治众生84000种习气毛病的。那么众生啊，有这种习气毛病，佛呀就方便说这种的法。等众生的毛病习气都没有了，这一切法呀也都应该呀放下。法尚且应该放下，那么要不合乎法的呢更应该放下了。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不能显实相。这个言语呀只是说这个方便法，全巧方便来呀教化众生。那个实相的离体真如自性，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出来的，所以说不能显实相。用这个语言文字显不出来这个实相的这个妙理。怎么样呢？你也啊能学到诸佛的平等啊，这个平等呢就是正德本来这个平等呢性质的，得到这个平等性的智慧，才能呢明白这个实相的道理，入法。那么实相道理是这样的，法也是这样的，佛也是这样的，都是平等就能返本还原了。你要不平等呢就不能明白这个实相真如的妙理。正讲过去是未来及现在，永断分别根，是故说明佛。佛的名字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二乘的人叫声闻缘觉，他也呀得到正脚了，可是他没有能正等。所以菩萨呢既得到正脚又正得这个正等，可是没有得到无上。佛呢既得正得正脚正等，又在这个正等正角是没有比他再高的了，无上。所以呀佛，可是佛呀在过去世未来世和现在世永断分别根，他呀把这个分别的根已经断了。什么叫分别根呢？就是这个识，他是转识成智了，转八识啊成四智。
所以呢就永断分别根，把这个实心没有了，分别的实心呢断了，只有这个智慧了，变成智慧了，智慧能照见一切诸法实相。因为佛把一切的分别心都断了，是故说明佛，因为这个所以啊才成为佛，佛就是一个大觉者。